我们就是我的师兄弟啊，他跟我经常在一起的时候练拳，那么也曾经到过部队里当过那个侦察兵，在部队里也跟很多人交流过拳术，他是基本上就是练拳也是很认真，这套拳呢叫蓝手拳。 这套蓝手拳呢，是在蓝手门里面是第二套。第一套是拳，像老虎一样的啊，主要是以静为主，也就是说练拳里面的高中生。那么蓝手拳是以柔为主，以意气为主，是蓝手门的高级拳术，也就是大学的水平啊。要求练的时候，以静止动，跟他们一样。